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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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开门！喂喂喂喂喂！什么宋先生在不在？什么宋绍兴在不在？请问一下，这什么事情？我是该吴彦牛郎店的，这两个是我职员。爸爸先等一下，爸爸先等。他们就对人怎么那么多？上次宋少卿到我们店里面带他们两个出场，到现在钱还没付，你怎么样？啊？怎么样？你连男的你也要？啊？你男生都带出场啊？钱。啊？这点我必须要承认，爸爸，我是为了出级。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我是性无能，我没有办法，所以你一直问我说我们结婚那么久到底有没有小孩，我没办法给你回答，所以我只好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我让两个牛郎来，经过你们全家误会我，到底怎么回事？来这一套，来这一套，他性无能，你马上给我坐着，对，坐着，把裤子脱下来，我看你真的是性无能。好，掌声鼓励一下。笑死了，真是太委屈了，宋少卿啊！我刚才发现他还转到自己性无能，这就是反应了。对，有点像刚才让大家看，那内裤怎么穿那么花？是，而且他还把衬衫塞在内裤里面。哎呦，真是吧？内裤千，所以每次衬衫脱下来，后面有一截黄黄的。来，我们请我们的，小慧是刚刚两队表演的状况局都很精彩，现在请评审起立。好。刚刚都看到他们的反应了，一边是白队的，红队是于小慧，白队是宋少卿，来，请给分。来，抢救白队。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就十四一十二，红队获胜。红队获胜，小慧获胜。他这次真的很用心，我觉得这次演的真的很不错。哎，都是怪我，我去帮了对方为虎作伥。我必须要承认，我永远不会来。好，我们红队暂时以4-3领先啦。谢谢两位。哦，马上进行第六回合的豪华歌舞大对抗。接下来进行最后一个回合，豪华歌舞的大对抗。大对抗，我们白队要先攻了。哎，因为我们输你们一分嘛，哈，所以我们这边先来啊。哎，你们是派出的宋少卿。好，我们看他练习的情况，来，请看。来，请看。肚子为什么会亮晶晶？风筝水。因为他看不了你的色，也笑不得你的痛。为何不要回头？要安静酿的酒。完了以后就是。薛执政，你已经连输我两回了，要赢我是没有什么希望，因为我人不但长得帅，而且连我的舞裙都是这么的美丽。薛执政，你死定了这一回。好，马上是我们白队所推出的豪华歌舞秀，来 ，Go。酒啊，喝什么？你喝得起吗？你狗眼看人低啊，就拿酒来就拿酒来，臭娘们儿！哟吼，想胖哟，我就胖哟，就怕你喝不起。那个刘小姐还要点什么吗？天下的女人都一样。洋酒拿这个干，好，慢慢喝。就你最好了，哎呦哇，给水啊。
陪我唱，陪我，陪我唱歌好不好，小姐？小姐，我有钱，陪我唱歌，陪我。都这么爱钱吗？我有钱，我告诉你我有钱，我唱歌。这个胖没有乐队啊，乐队都死人了。
styl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Come on, baby. You gotta make me wanna take five. Oh, yeah. Yo, baby, you wanna take five with me? Ow! Rich man!柯以梦，哎，哦哎呀，因为他烫不了你的伤，也烧不了你的口和吧，别考虑这么多。哦，他烫不了你的伤，也烧不了你的口和嘴巴。的酒，哇哦！哎呦，白队的意境不错哦。来，安卓啊，来，来，少卿，哎，少卿啊，啊，麦给啊，来来，好，好，给给。嗨呀，哎呀，你这个还不够落魄，应该是有点胡渣，上面还有点秃头。可是就是因为那个用粘的什么技术上面的问题，对，不，但是演得很好，这个意境就是说这个人落魄汉呢，到帕普人家呢狗眼看人低，对，谁都不理他，但是一旦有钱，大家都拥上去了，原来是做了一场梦，哎，所以现在 material girl 啊，就是呢物质为上，金钱为上，对，这样看女性团体会不会抗议啊？说女人都爱钱，哦，这个其实有时候也是在一个角度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编。以后也会编男生的这个角度，对对对，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是特种行业嘛，对嘛？因为刚刚这个场景就表示是这个算是一般的什么夜总会，或者是啊，对对对，比较少数的一个职业嘛，意境是非常好，但是缺乏就是应该女生把它抬起来，阿鲁巴啊，哎呀，我真是错怪你了啊！这次虽然说又派你出来，可是呢，是我一直很担心你这样一直送分，我也不好意思让我按偷笑，不，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月。你会来，下个月你一定要再来，你永远都要来啊！你表现得不错，以及歌唱这么好，我不知道啊，很认真，很用心的，这个表演很精彩。怎么拉音拉那么高？爱情香的酒啊，酿的酒，酿的酒。哎，那我们这个我们红队也不能在最后一关让给你们，不能掉以轻心啊，这是绝地大反攻啊！我们这一次派出的是薛志正。哎呦，啊，那稳赢了，那稳赢了嘛？因为根据以前的经验，每一次这种豪华歌舞大对抗的时候，是，我们刚刚从头到尾为什么我赢？就薛之正还没出现。来，我们看薛之正练习的情况。哎，老师，我知道，可以。五六七八，就是抓住你的重要部位。上礼拜我们跟女生打拼之后，
我们不能输给女生，好，这是必须的。我们把所有的精神全部在小学身上，大家加油！薛之谦带来豪华歌舞的表演。广告之后，浪漫歌舞剧《爱的初体验》马上回来。接下来，我们红队的薛之谦带来豪华歌舞的表演。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这什么天长地久，就把我抛一旁。1975的夏天，心像寒冷冬夜。我是薛之谦，我今年才满18岁。好不容易要准备有爱的初体验了，可是你看那对狗男女，一个校花，一个校花，不是一朵校草。哎呀，鲜花插在牛粪上，难道我的18岁的爱的初体验就该如此吗？哎，小薛，哎，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可以啊，可以啊，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的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真的？嗯。好，那你等一下帮阿宏哥按摩一下好不好？我看他好累哦。18岁的初体验没有就算了，还要帮我的情敌按摩。小薛，小薛。好了吗？什么事？我要把环境打扫一下，好不好？我练舞了 ，OK， 就这样子哈，就照这样子就好。来来，音乐给我一下。Come on, shake your body, baby, do that conga. No, 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Come on, shake your body, baby, do that conga. No, 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找一个那种现场打击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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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子嘞？少对不对？对呀、啊，为什么嘞？音乐，音乐过分。啊？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小薛，再一遍，再一遍啊！那我们再跳一次好了，好不好 ？OK， 来，音乐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奇怪。Shake your body, baby, do that conga. No, 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Come on, shake your body, baby, do that conga. No, 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Come on, shake your body, baby, do that conga. No, 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Come on, shake your body, baby, do这种音乐啊，大大大，音乐不是要关吗？谁开的音乐？嗯，小薛，小薛，小薛，啊！你好棒哦，你累不累？没有，不累。真的不累吗？真的不累。我帮你按摩好不好？不是的。我觉得哈，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子。当一个人哈觉得一点点累的时候，应该给他全身的按摩会比较好。啊，全啊啊啊那个啊啊。哦，按摩的感觉真好，这就是我18岁的爱的初体验。你认识了。
就一生一世给我走，最爱你的人就是我，我会给你最好生活，就认你这边认识我，我会给你最好生活，就让我们两手牵手，一起为爱情来奋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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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哎呦，这是学校的，好像校园生活的一个情景。对对对对，哎，这个剧情，这个学校没有说服力，就是说好像这个应抢一个美女，好像对啊，而且他其实这个美女本来是啊不是，事实上啊，在校园来讲哈，美女呢是感觉她清纯，功课好，我们很难啊，我们蛮难，又要找舞蹈好，可是也难得找到说，因为本来听说本来这个角色是要找什么吴承君还是什么，又不太会跳舞，那找到会跳舞的呢又，所以个子太高大的呢又不像小学生，所以这个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各位就撮合撮合一下，你表演得很好，他们的舞蹈没有话讲。这是我这一队，我以为是白队的。这是我们是好好气氛。等一下，这个舞群你去注意一下，你的头梳得像什么头啊？真的，我们小日本，你看看，一个姓蓝吗你？教头，哎呦，你这个头梳的真怪啊！这个叫做欧鲁巴古，对不对？欧鲁巴古哈。那边是女，你们白队完全是派出女战将。哎，我们派出的是平民战将 ，Terry Girl。哎，说实在，瓜哥，其实啊，我们做一个良好示范，让同学能够融入我们一起，对，让同学能够知道他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编一个故事来叙述嘛。对对，所以说，他们太灯红酒绿，他们打美女牌是人不好的。我们比较实在。一点啊，我们比较务实，也不见得了。我们其实就是，对了，你们都非常好，他们真的表演非常非常的棒。我们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向他们多多的学习。那你这什么话？你这是我们不是他这个样子，好像是陈水扁在谢票。没有，我们是白队，你怎么这谢自己的底了？王建轩先生一直是我的偶像，谢，大家都很好，很好。这样下去会完蛋的，都完蛋的。哎，我们请评审起立。到底红队获胜还是白队获胜？请举牌。白队。哎呀，又赢了！白队压倒性的获胜。好，我们节目的形态呢，的确是非常清新。礼拜天最佳的选择就是我们的红白胜利。别忘了每个礼拜天锁住我们中视频道，收看我们的红白胜利。有没有犀利？